帐篷人车，这个车，这个车子上下来回晃了。表演 jump， 一颤一颤一颤，颤巍巍。这边是等于是个，哎，你看这个，再升高，再放低，这个很棒。最后把它升高，然后这边是房车。他要开始他的表演了。I got you good， 我知道你是棒的，你是很好的，跑了。他要到一个停车位，然后这边是两条雪道，酒店，然后这边是那个咖啡区，有牛仔啊，有啥呀，比较多。然后这边是 open， 也是吃的，看着有人戴口罩啊。River girls， 然后这边是夕阳西下，这是从这边逛过来了，逛回来了。然后夕阳西下，风景优美。他又回来了，他又开始他的表演了，他又开始，又开始他的疯狂表演了。哦，Great，他专门为大家表演了，免费表演。又回来，他要准备开始他的表演，现在是展现你那个技术的时候了。奖品开始，奖品了啊！好，好，给。Good， 我骗了，俺骗了，我是骗了，成功的吸引了姑娘的注意。Good， 他成功的吸引了姑娘们的注意。所以姑娘们，这还抽烟了，这轮子可以收可以降，很有趣。他就是这么怪，后面上玩了，开始玩了，开始表演了，音乐也是这么牛，开始他的表演了。他肯定会回来了吧，他不会撤出舞台了吧。好了，开始你的表演吧。他又进去了，估计等会儿会出来。不要让观众等得很着急哦，等着急我们就来这边了，不看你了，看这个夕阳西下了。
夕阳西下的风光，游艇风光，海滨，多美好呀！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谢谢收看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